上错，没有钱帮我屁数。不干净的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我蛮干净的，我下面的毛今天都有刮干净。有刮干净是不是？ OK， 太好了。那我的腿毛也有刮干净。我就喜欢这种光溜溜的。你手套上的脏东西，拿去猪龟放。哎，晃晃起来。我手套上有脏东西，为什么？哎，真的，手套上不干净，你还跟我说你干净，他妈的，还说干净，你这个脏女人，他妈的。不是、啊、不是上这个才搓，不是上这个才搓，上你的搓走、欸，你的搓给我上搓。等一下好了，对、哦，我的，对，你们先去约会。嗯，上搓。我怎么要跟你约会、啊？给我钥匙，给我钥匙，不要问。哦。哇，真的跟约会哦。对啊，到人了，不然呢？嗯。刚不是说在约会吗？不知道你是怎样，我跟陌生人约会这样子，我的备胎两个人，我对他们没有办法交代。你的备胎是谁啊？一个叫做蒋西兰，一个叫做雷安兰呐、啊。一个叫做蒋西兰，一个人叫雷安兰。对呀、啊，我都还没有跟他们约会，我就跟你约会，叫你插队耶。嘘，不重要，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是你，重要是你今天过得快不开心。我吓死了。吓死了算开心吗？你吓死了、哦，那怎么样你才不会那么怕怕哈、啊？我现在没有那么怕怕了。有没有感觉到心跳加速的感觉啊？有啊，有感觉到。我感觉到心跳加速，这就是恋爱的感觉。这个就是恋爱的感觉、啊。没错，有时候绑架跟恋爱是差不多的感觉的。啊，所以你是绑架我吗？对啊，不然嘞。啊、你不是我说，我说了嘛，绑架也等于恋爱嘛，是不是同时进行嘛？那这样我跟人家恋爱过很多次了，这样我是不是很……哦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水性杨花啊？你怎么这么水性杨花啊？啊，你不是你跟这么多人恋爱哦？没有啊，你做绑架跟恋爱的感觉是一样的啊。那你有没有最喜欢谁呢？谁最喜欢什么样的感觉的绑架呢？嗯、这种感觉的绑架怎么样？我喜欢欧丽欧那种。哦，你喜欢多人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我问你哦，你每处恋爱都是几个人啊？起码三个人以上。打过这台水比较多男。哦，起码三个人哦。哇，你玩这么大、啊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男类型的男孩子啊？强壮一点的。对啊，昨天就是借我车，强壮一点的。报案。那你觉得？你知道？哎、欸，你说。你知道那个不会有一个艺人？哎，不会的艺人。巨石强森。傻眼。不是，他叫做陈之汉。就是跟你讲嘛。我的手机桌布是用他的照片哦，你的手机桌布是陈志汉的照片哦。哦，哇，你喜欢这么、欸、你喜欢那个壮这么壮的是不是？肌肉猛男。那很厉害耶，他们打三枪都没事。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也可以。先放机车，我们把车关了。他们打三枪还没数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撑三枪。哦，你觉得你没有这边，你没有他壮了，我看你这个体格哦，两枪应该是可以啦、哦、嘿。那你对开主播有兴趣吗？没有，那个是干嘛的、哦？没有啊，最近对啊，新产业吗？做媒体吗？是不是？哦、哎，开个主播、啊。那个有钱赚吗？当然有啊，是不是？你中了三枪也可以开主播、啊。过来。我中成这样应该没有开不了直播了吧？对，那代表你还没有人家厉害那么壮嘛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才只能两枪而已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所以你就要先练到那么壮再开主播嘛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等我练到了，练到三枪，然后开主播，有没有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是我的目标了。加油！你的目标是什么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会从排水沟那里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样嘛，对，只是我们这是看到我的偶像啊！哦，看到陈志汉了，哦，等，我这边好了，我们约会结束了。介绍你们一个好东西 ，Surfshark VPN， 现在加入优惠83%，再加免费获赠三个月。你们看啊，这边这个表格 ，Surfshark 跟那个 Express VPN， 还有诺顿 VPN。价格是最屌的，折扣又是最多的，而且呢没有设备的限制，你可以一个订阅账户无限多个设备使用。也就是说呢，像是你使用 VPN 对不对啊？连其他的国家 IP， 我可以看到只有那个国家独立播放的连续剧啊，或者电影啊，或者是即将正要上映但还没有上映，在台湾还没上映的，你就可以爽的观看。而且呢，它是30天的保证退费机制，订阅了以后，你购买了以后，只要你用的不爽，你就可以退费。
而且呢，他坚持呢就是保护玩家的个资，使用开放式的互联网保护你任何平台。他非常注重使用者的个资安全啊，你不用担心有这个个资泄露的问题。点击这个链接，记得使用优惠券 K R E S T W， 你就是24个月加3个月免费。Surfshark 呢，它是一个欧洲的品牌。像你们自己想要玩一些，比如说所需的游戏，你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VPN 啊，记得一定要使用这个优惠券，不然没有这个优惠哦，一定要使用哦。你住哪？啊，等一下，那个妹妹啊，你住到 Bok 怎么在哪边吗？帮我导航一下。啊，哪里？你住哪里 ？Bok。Bok 在哪里？我要问你白问，我住一睡。导航小姐 ，Bok 在哪里？哦，他帮我们导航了。哦，有了。哎呦，这个还有自动导航哦。嗯。对吧？你准备我们这趟约会怎么样？哎，我问你哦，你那个，你说你这个备胎有一个叫做蒋西南嘛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呀、啊。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太懦了。哦，你觉得他太弱了，是不是？怎么说呢？他被踹两下就倒了，我轻轻的。他被踹两下就倒了。哦，这个体格这样子被你踹两下就倒的男人，不足得你托付终身了、啊、哈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是他说他要跟我约会，还没约会，他要先排第一个。开刀，你赶快、啊！这样后面的都没有办法下去了。哦、你这样插队，对他没有办法交代。那是你的问题吗？是不是？关我屁事啊！是我的问题哦。当然是你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那是你跟我约会，那要怪你啊，是吧？啊，是这样子、哦。当然啦、啊。那我要去跟他道歉。门烧开了。对，你要去跟他道歉一下。那要怎么道歉呢、啊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要露出胸部？没错，啊，你的胸部就算了，嘿，你的胸部是不必的哈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练得很壮哎、欸？这样起码也有。开三，开了，哎，开刀了。等一下，闭嘴，我们到了。来了，大哥来了。哦，到了。下车，人就闭嘴。下车，人就闭嘴。操你的，他妈的，给我下车！给我讲屁话、啊，一路给我讲屁话，操你！你好，大新南，你好啊！我是你的梦中情人陈朱汉，没错，就是我。那你那这个是谁的手机？不电话了？就是我的手机。哎、欸，我就蒋新南，我刚刚就改名叫陈朱汉了。好了，你改名叫陈朱汉吗？对，我改名叫陈朱汉了。我就是刚刚绑架你的男人。陈朱汉，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脑袋有点混乱。脑袋有点混乱，我跟你讲，对我就是你老公，没有错。你被抓起来了。我被抓起来了，老婆，你老公吼，快被穷到快被鬼拖走了，刚刚又被判了一张单。你不是富二代吗？嗯，不是嘛，我这个、欸、我的钱都存在瑞士银行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对嘛？对，我存着，我钱都，我靠，不是说瑞数吗？跟我画个人有什么关系？不行啊，我没有读过地理。哦，你没有？OK 啊，对，我画国人，我存在瑞士银行没有错，合理。啊，那个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身上有一点急用了，你不会汇个7000块过来救一下老公啊？没有问题，老公有那一定帮忙。那当然嘛，我们夫妻同心，齐力怎么样？一段金，没错，哈哈哈哈，381等你汇款7000块，谢谢。要收到了哦。我收到你对我的关心了，老婆。赶快叫警察放你出来。我会爱你一生一世啊，老婆。7000块够吗？刚好挣3000块，我可以再赶快请警察。没有问题，381。没有问题，我爱你一生一世。爱老虎油，爱老虎油，再见。爱老虎油。那个老婆、啊，我问你一下，你现在全身财产大概多少钱啊？你说现在啊、哦，目前我看看。哎、啊，你看看。嗯，1515。1515哦。没错。哦，那你比我有钱很多呢。1515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15块。OK， 老公汇一笔款项过去，你帮我好好收着，知道吗？好，没有问题， okay. 我会好好存的。好，拜拜。喂。
你已经通过，你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，老婆，你看一下手机。23456。28万。跟你说我是富二代，你还不信啊？我为什么前面在装没有钱呢？说因为我要看看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是不是个勾地哥？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勾地哥吗？地哥是什么？什么猪？掘金妹，哎，挖金掏金妹，哎，我再看看你是不是这种这个勾地哥，嘿。哈哈哈哈哈！所以我是吗？所以我通过考验了。你通过考验了，你不输，非常好。不是、啊，非常好。他给我28万。那你直接把他干走。嗯，你说把那个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啊拿28万，你现在把28万汇到69号户头，现在立刻69号户头，我现在要跟你抢劫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，不然我就杀了。69号户头，没有28万的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花掉了？你贷什么款？你贷什么款了？卖给我老公的礼物吗？你老公的礼物是？你买什么？你买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边你们好凶哦！我操你妈！你给我现在给我讲哦！你买什么？你买什么？往哪边？往哪边？我们要抢那个。你快点讲！讲出来就不是礼物。讲出来就不是礼物，我又不认识你老公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跟他讲就没有人不会。你现在不讲，我就杀了你，礼物都送不了。不要杀了我，因为他想要阿成器啊。你不要，你把28万拿去买阿成器哦。我是他突然跑过来，快点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你买到了吗？买到了。你买到了，很奇怪吗？你怎么买的？你怎么买的？你怎么买的？贷款吗？不是、哦，不是买不到了吗？不是买不到吗？嗯，不是买不到吗？阿成器啊，阿成，就是你看右手边那台，它叫做 R-A777777777。你买了吗？